还没来，还没到。嗯，这都几点了呀？嗯，喂，你好，我是昨天 CC 品牌的顾西西，我们不是约好今天早上十点您带着模特我们摄影棚见的吗？啊，什么叫来不了了呀？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什么情况啊？他说来不了了。说有一个什么特别大的时尚庆典，把模特全部都请走了，现在那边没有人了，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。那怎么办？咱们这摄影棚一天还有摄影师，一天都花不少钱呢。西西，学长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拍摄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了。怎么，还没有开始啊？哎，我们的模特被人挖走了，现在正愁着呢。这事都怪我没有跟他们把合同签死，我只能现在找一找有什么可以及时赶来的模特，不过我觉得希望挺渺茫的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现在眼前闪现了一道灵光。啊，莫总，要不你帮我们吧，你当我们的模特。人家是总裁，怎么能当模特呢？我可以吗？自信点，把妈去掉。而且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们，没有其他办法了。那好吧。真的？真的？不过我到时候拍的不好，你们可不许笑我。不会的。怎么会呢？那换衣服吧。啊，好。我们现在去摄影棚。对了，我打算向顾西西告白。你总算决定了。帮我想一个浪漫的告白方式。浪漫的？让我想一想。你慢慢想。假面舞会？怎么样，学长，衣服合身吗？这衬衫好像有点大。哦，是有点大，我帮你加一下吧。可能得塞一塞这个边儿。哦，好像比刚才好很多。那穿上西装吧。好。完美。好，夏雅，准备拍摄。莫学长就是那种被总裁事业耽误的模特。没错。我觉得他比我们昨天见到的所有模特都要帅。怎么当老板了呢？太可惜了。就是。那个，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吧。哎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我看看。怎么样，我表现的还可以吗？学长，如果以后哪天不想当老板了，拜托你一定要当模特，你实在是太适合了。那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你可要继续请我当你的模特了。那恐怕只能等我当了大设计师的时候再请，不然会请不起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。我先去换衣服了。你刚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怎么觉得他刚刚看你的眼神不太对？林小雨啊，你看什么都不对劲儿，说你脑子有问题。谁脑子有问题了？我看是你神经大条吧你。没想到学长拍的照片还真的挺好的，真的不错。李思辰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当然是来给我老婆探班的了。哇，这么多吃的。他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们之前订的那些模特突然一下就跑了，学长是过来帮我们救场，给我们当模特的。自己家的家事，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呢？不就是当模特吗？我也可以。你当什么模特呀？好呀，反正我们也缺人，尹总要是来帮忙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去换衣服吧。一会儿见。可以了，辛苦了，莫总。学长辛苦了。不会啊。等一下，我们拍下一套的时候呢，可能需要你活泼开朗，然后偏休闲风一点。哎，等一下。干嘛呀，尹思辰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你干什么？他领带歪了，我给他调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下一个要拍的是我，要整理也应该是帮我整理吧。李思辰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工作，你不可以胡闹啊！顾西西，我可是你老公，暂时的，